成功。找一些那个牧场。啊，就到那。OK。老虎做的窝，有没有？超强生命力。阿福真的超强的，今天毛大掉比较凉，这个也一堆，这个都有鱼啊，多少的问题。外好现在也学聪明了，有一些鱼他们知道不能吃的，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地方。鱼种多又凉快，对。钓外面。到了干的，不过河道有跟外面有通，所以是还好，应该是 OK 的，鱼不至于被抓光，反正这里鱼也多。抓得完我佩服了。哦，这些，这鱼游不出去，大概就嗝屁了。风险性，可能水会干掉，然后这一批又死光了。这都有鱼啊。这边不会死啊，全部插满箱，这外老大钓啊，钓得很凶啊。特色无敌多。对呀，那你也可以。对，一个拉嘞。小小在拉了，在测试啊，可以。
白哦，小白的阿虎。哇，小鲤鱼！小鲤鱼啊，中两钩。看起来蛮健康的，对。鹿巢啊，跟鱼的应该是跟鱼来吃鹿巢，来了，跟鱼吃鹿巢，而且不是跟鱼，大武昌。大武昌吃木草，他很喜欢吃木草啊，体型很大。不用太大块，小块一点，太长的话就是掉草。
防潮又差。成功，真憨啦！成功嘞，我看啊，到底变。太扯了，关掉。2.5号线。赵阳光，这就阿福一堆了。
岔掉没有啊？它刚好可以吃下那个草。OK， 放我回家，拜拜。用草钓鱼吧，不错吧？今天风也蛮大的，那今天的钓友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